未戴安全帽无照骑车，国三生毕业前夕撞车身亡，又是一场无法参加的毕业典礼。屏东县内埔乡前天深夜发生一起死亡车祸，长治国中15岁黄姓毕业生，前天晚上10点多向家人表示要出去一下，却无照骑乘妈妈的机车外出访友，而且还没戴安全帽，结果他在一处弯道自撞路边护栏，机车还摩擦约20公尺才停下。黄姓学生因未戴安全帽，头部重创，送医补治。哦，我撞到这个护栏了。他当时是这个没有戴安全帽的情况下，造成他的受伤，送医不治。昨天长治国中毕业典礼，校方宣布这个噩耗，同班师生哭成一团。亲友透露，黄姓学生为了减轻家计，之后打算半工半读，已经找到打工机会，想趁暑假先赚学费和生活费，没想到却发生意外身亡。动新闻屏东报道。苹果爆料第二周冠军出炉，广告砸中捷运车厢，点阅率最高229,400，恭喜陈小姐独得奖金200,000元。检举 BRT 车站钢筋外露，恭喜读者郭先生独得奖金100,000元。6月每周送出20万，月冠军大奖200万，等着你。